请看进行品第十页，寄送第二首看起，孝思父母，当愿众生善思于佛，护养一切。在家一共啊说了十一桩事啊，就是十一首的偈颂。这个地方的偈颂啊是四言，就是一句四个字，一首是四句。前面第一首啊是叫我们认识家的真相啊，菩萨在家了要知道家的真相。佛常常教给我们万法因缘生，因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什么叫无忌呢？就是说不上善恶，这叫无忌啊。所以这个业可以总的归纳了为这三大类啊。善的业因，过去是造的，变成因了。对今生来讲呢，业因会感善的果报；恶的业因呢，会感不善的果报。啊，但是业感变现出果报啊，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缘。如果没有缘，缘缺乏了，那么这一生当中啊，果报不会现前啊。所以佛法它不讲因生，它讲缘生啊。换一句话说，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因上没法子帮助，果上也没办法帮助。这是佛法常讲啊，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众生造业迷惑颠倒，果报现前呢害怕了啊。菩萨对这个事情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果报现前他不怕，他为什么呢？自作自受啊，怕也没用处啊，怕还是要受啊。啊，菩萨很谨慎造作，因为他知道造作是因的啊，决定不造恶业，要造善业。那菩萨为因，他明白。那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不懂这个道理啊，真正可以说胡作妄为，果报现前呢后悔莫及。这是所以第一首偈要认识啊，这个家的本质啊，是缘聚缘散啊，一家人有缘，过去生中有缘聚在一起啊，缘尽了，缘有尽的时候，缘尽了的时候就散伙了，大家就散了。过去无量劫，不是一世两世啊，无数世啊，啊，生生世世，我们跟多少人、多少众生结了缘，这个诸位要记住，这个结缘就是
有善有恶，有无极。啊，那么这些东西在阿赖耶识里呢，通通变成种子。啊，佛经的术语啊，称为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业因。啊，佛给我们讲的好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设法界的种子通通具足。换一句话说，我们有做佛的那个因。如果这一生呢，我们用佛的缘，因跟缘接上了，决定成佛。啊，你有佛的种子吗？这个种子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成佛的因呐，啊，就是做佛的种子啊，啊，那你要懂得，你就培养它，啊，怎么个培养法呢？念，天天念佛，天天想佛，你就成佛了。这个道理，你现在懂得吗？你相信吗？啊，江本博士的实验给我们非常好的科学证明。啊，他用水做实验，水是矿物。啊，我们天天用爱、用爱心、用善意对着这个水，水呈现的结晶啊。我们这个念头没有了，哎，它又变了，它那个结晶就没有了。我们念头起来了，哎，它又变成好结晶了。你看，念什么，变什么，啊，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要记住这句话了。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所以你天天念佛，你就成佛。天天念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念十二因缘就变成辟支佛了，念四谛、念苦集灭道，他就成阿罗汉了。念慈悲喜舍，念十善业，就升天了。所以设法界的因没有一个人缺乏的，啊，好像你这个仓库里的什么种子都有，你想要什么东西能够生长，你把种子拿出来好好培养它，啊，就譬如说我们的仓库五谷杂粮什么种子通通都有，啊，我想稻米，我把稻米的种子拿出来，我好好的去耕种它，它就会长成稻米嘛，啊，那我这个心里头，这个阿赖耶这个仓库里头有佛的种子，我好好的培养它，我这一生怎么会不做佛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这佛法给你讲理论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可是现在人他都不懂的。他有最好的种子，他不拿出来种，他要拿出了最不好的、最烂的种子拿出来种，那就糟糕了。最烂的是什么？贪嗔痴。啊，贪，什么都贪，没有一样不贪。贪的种子是恶鬼呀。你心里头有贪的种子，现在又有贪心，什么样都贪，那是缘。好，你这个种子，贪的种子，加上现在你贪的这个意念，贪的行为，这个缘接上了。那么来生的果报是什么呢？
魔鬼道去了啊。嗔恨的种子有啊，啊，现在常常发脾气，啊，有嫉妒心，有傲慢心，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是缘，啊，嗔恚的种子结上了这个缘，来生到地狱啊，嗔恚是地狱的因呐、啊，愚痴是畜生的因呐、啊。愚痴是是非不变呐、啊，邪正不分呐、啊。那我们常常讲糊涂啊，哎，糊涂人就变畜生了。啊，你看看，啊，无量劫来，你曾经念过佛，你曾经念过菩萨。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所以这个佛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一切众生呢，在这个八识心田阿赖耶识里头，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去种。那么看你这一生，你要种哪个种子啊？要种这个种子，你要给它缘啊。比如植物，你有了种子了，那它需要土壤啊，需要肥料啊，需要水分啊，需要阳光啊，需要空气，一切条件都很好，它长得很快，长得非常好啊，一定啊开花结果嘛啊。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培养我们心地里头佛菩萨的种子啊？天天还要造作罪业啊！到道场来干什么？不学佛，不学菩萨啊，也不学人天，到道场里面来还造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到道场里面还带着贪嗔痴慢的习气，啊，不但有习气，还常常在这里发作。啊，那你造的是什么果报呢？三途果报啊！道场是清净庄严的佛地，你在这里造作三恶业。啊，就造贪嗔痴啊！啊，你破坏了道场的形象啊！你不是来修福啊，你是希望赶快到阿鼻地狱去啊！错了，我们这个地方希望成就你的福报，至少来生不是人天的果报啊！你要做人，《弟子规》。要落实，《弟子规》是人道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你绝不堕三途，你来生可以得人道啊！啊，再更进一步呢，你要好好的修十善业啊，修慈悲喜舍，你来生升天呐、啊！你要到这个道场来呀、啊，你要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啊，希望你来生不是人生，啊，不堕三恶道，希望你来生升天。当然，我们最圆满的希望是希望你来生成佛。啊，来生成佛，那你就要修净行品。啊，这141愿呢？你都能做到啊，你来生决定做佛去了啊，到哪里去做佛？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人能够把这41条通通落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也不是生
方便有余土。他生到哪里？他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的人，在这个我们无量寿经里面上辈往生，上辈啊，中辈是生，方便有余土啊，下辈是生，凡圣同居土，上辈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呐，快得很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是我们真正对大家的期望，对一切众生的期望。这个偈颂，每一首第二句，当愿众生。我们愿望在此地，愿愿都希望你觉悟，觉而不迷。没有一愿，这里面向你造罪业的没有。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一切法的真相，首先向你了解家的真相。家的真相，你的家庭就和睦了。什么叫逼迫呢？逼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冲突，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就是此地讲的逼迫。如果知道家的体性是空寂的，你在你们一家人一定和睦相处。为什么？知道我们过去生中有善缘，这一生中才能够聚集在一起。纵然过去生中有不愉快的，现在觉悟了，算了，不要算旧账了，不要想过去了，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这个就是佛在经教里教我们不念旧物，不憎我人，过去我们所有一切过节不愉快的事情，前生的、前世的，这一次遇到的是会要报复的，冤冤相报，觉悟了就大家算了，不报了，这不报了。就和睦相处了，好好的在一起修行，家庭就是道场家庭里面修六合敬家庭里面修弟子规、修十善业，功德不可思议你修得好什么？你影响你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看到你们一家人这么样的幸福，这样的美满，没有人不赞叹，没有人不羡慕，大家就向你学习，你的菩萨家庭你的邻居，你的这个乡党，见到之后，慢慢通通都被感化了这个感化，普度众生所以度众生最重要的是要身教我做出来给你。过人是人中的榜样模范我的家庭是家庭里面的榜样家庭当中的模范那么我道场，这个我讲了几十年了道场要怎样？道场要做天下所有道场的模范是个如法的道场。你说这功德多大？一个道场不要多，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所有的大众啊，我们四众同学啊，出家在家都能够百分之百落实弟子规，百分之百落实十善业，百分之百落实六合敬，这个道场诸佛赞叹，龙天善神呢保护，这个一个地区啊都不遭难呐、啊。你说你功德多大啊？真正修福报啊！你要不求往生，求人天福报的话，你来生是天王啊！生到人间的时候，你是人间最有权威的国王。啊，你享受人天富贵也，啊，可是你不懂，你在这个道场里破坏六合敬，啊，你把这个道场的时候毁掉了，那么你将来的果报是阿鼻地狱啊，地狱里头最苦最苦的地狱，啊，你何必到这个地方来造这种业呢？何必来干这个事情？啊，现在甚至于还说，啊，一切这个不好的事情，啊，不要让老法师知道。你不让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不说而已。你让我知道，我就说话；不让我知道，我不说话。啊，但是什么？我眼睁睁看着你往阿鼻地狱堕落，可怜呐、啊！佛讲可怜明者啊，为什么劝不听呢？啊，其他道场不讲经啊，我们这个道场天天讲经啊。这样的道场，你在全世界找，你找不到第二家啊。讲经道场或许有，天天讲。一年360天不停，没有啊。然后你再晓得这个道场殊胜，殊胜在哪里？讲经是明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你居然用这种恶心恶念来破坏道场，你造的罪多重？你在全世界干什么样的坏事，那个罪都不重。破坏这个道场，你的罪可重了啊！你有没有多想想啊？那么这个道场最殊胜的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佛法，尤其是学佛教的第一殊胜的经典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到这个地方来，不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你在那破坏啊，这个人在这里听经，你拉他出去干别的事啊，你不让他听这座经，这一个举动业就很重啊。你要晓得重到什么程度，我们过去讲过一部《菩萨殊胜之要经》啊，有讲解，你回去好好去念念，你就晓得你犯了什么罪，你将来得什么果报啊！破坏别人文法的机缘，你自己将来果报生生世世愚痴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你能成就一个人带一个朋友啊，带一个人到那边听经的时候，那个功德就很大很大了，生生世世得聪明智慧 啊，你帮助人开悟啊，你帮助人跟佛结缘啊，啊，所以我一再劝勉我们讲经的时候，这个道场所有一切人统统讲经啊，任何事情
暂时都放下，这两个小时不办事啊，又来找事情，等我们讲经完了之后你再去处理啊。这种因缘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大的呢？啊，要你操心的呢。听经听这么多年，连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听懂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们根本没有听经，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佛法。啊，很难得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经文的。啊，那么第二首，这就讲到家里面人事问题了。你看头一句，孝思父母。啊，当愿众生善事于佛，护养一切。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把注解念一遍。次，啊，次一就是第二首。啊，在家行孝愿的，一是至德行本，故守而明之啊。我们先说这一句，佛法是私道啊，这个一定要知道，那叫佛法是教育，是私道。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没有孝道哪来的私道呢？啊，所以佛教老师教学生，中国自古以来啊，老师教学生叫什么？教学生孝顺父母啊，不是教别的啊。五千年的教化了，都是教的伦理道德啊，这是我们讲习里头也讲的很多了。中国教育不离开五伦八德啊，五伦伦理的教育啊，伦理叫什么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你说这个问题多大啊？现在社会这么乱，原因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儿女杀父亲，杀父母，若无其事，不懂关系吗？我听蔡律旭居士讲这个了凡四训啊，引用一个故事，中国四川啊，也就是前一两年，有一个女儿十几岁，在饮食里头下毒，把父母都杀了。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领父母的保险金去买一个手机啊，一个手机啊就可以把父母杀掉啊。实际上
父母两个人的保险金人民币才10000多块钱，以后这个案子破了啊。法官审问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啊，根本就不懂得这个父母的，不晓得父母的关系，根本不知道杀父母是有罪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啊？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啊，有一句谚语讲是教啊，教是教育，他没有受过教育，失教。人要不受教育，这是古圣先贤讲的，跟畜生没有两样啊，甚至于连畜生还不如啊！虎狼是猛兽啊，不吃自己的儿女。所以说是连禽兽都不如啊！啊，所以我们要研究啊，这什么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啊，那我们细细想想，这个就是伦理道德教育没有了。啊，没有伦理的教育，不晓得人跟人的关系。没有道德教育的时候，不知道的就不懂得人跟人应该怎么相处啊，没有因果教育就不知道干这些事情是错误的啊。年岁小嘛，才10几岁嘛，你要向父母要钱买一个手机，父母一定不答应啊！不答应怎么办呢？把他害死啊！现在这种情形在社会上我看到很忧虑啊，怕它形成一种风气啊，那还得了啊啊！去年我在巴黎，在伦敦啊，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啊，是2个星期之前，巴黎法国发生了，弟弟把哥哥杀掉了啊，弟弟才14岁，也是若无其事，好像什么，好像玩游戏一样啊，把杀人不当做一回事情看。当时我听到这桩事情，我告诉这边同学，我说这个是世界末日现象的征兆预兆，这不是小事，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为什么呢？现在一个星期听到这种事情啊，父子、父母、夫妻这个相杀啊，一个星期会听到几次啊，在全世界的新闻报道会听到几次，10年之后呢，每一天会听到几十次，20年之后啊，一天至少可以听到100-200次。我讲啊，这就叫做世界末日啊，多可怕了，多恐怖啊！啊，恐怖分子是教出来的啊。我说的很多，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圣贤是教出来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恐怖分子还是教出来的。你怎样教他啊？现在这个教学大家把这个责任呢忘掉了，中国古时候
任何一个人都有君亲师这个使命啊，军事领导带头啊，你要带人家好啊，往好的地方带，不能做坏的榜样啊。啊，亲是亲爱呀，你要爱护他。啊，师是老师，你要好好教导他了。啊，教的是伦理道德，教的是因果报应。啊，让他明这一生当中真正好好的去长成啊，做一个在世间做一个好人。啊，过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那么现在教育是什么呢？现在教育人都不教了，国家不教了。从前国家的时候是负教育责任的，啊，做帝王的人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国家选拔人才，啊，现在讲的是选拔干部。啊，从前读书啊，优秀的都跳出来了做官了，学而优则仕啊。啊，这个制度汉武帝建立的，啊，汉朝建立的，啊，选举选拔优秀人才为国家的这干部。啊，什么人选举呢？不是民选，地方官员选。啊，什么条件呢？两个条件，一个孝，一个廉。啊，他能会孝顺父母，他就会为国家为社会啊尽忠。他廉洁呢，他就不贪污。所以从前地方官员到处去访问，啊，看看这些小孩孝顺父母又不爱钱的，把他挑选出来，国家来栽培，国家来培养。啊，那么将来之后，这就成为国家的官员，啊，这个国家的干部。啊，这种选拔条件好啊，既简单又明了。啊，暗中去调查、去访问，他在家里孝不孝顺父母？啊，或者两个条件的挑出来了。古时候学校少，一个县只有一个学校，啊，学生就是这样挑选出来的。进了学之后完全是公费，啊，这个一切这个生活寄养的时候都是国家发钱，啊，所以他自己家里不必担忧啊，穷苦人家也一样啊，只要儿女进了学了，儿子进了学了，啊，他就拿国家一份薪粮，啊，国家来培养，这个制度好啊，一直到清朝都是这样的，啊，世世代代这个举孝廉没有废弃，到民国才废掉。真正是可惜啊！啊，所以这个孝，你看在此地，他说是至德，是行本啊，至德行本。抄里头还有注解，我们把抄的注解呢，我们也念一念，啊，很好，啊，一是至德等者，啊，这抄上讲呢，
啊，这就是讲这一句啊，至德行本啊，故守而明之啊，这是讲这一句，即外典义。这个外典就不是佛教的经典，儒家的典籍，儒家经典的意思啊，下面举出来，故孝经，夫子与曾子曰，孔夫子对他的学生曾子讲啊，先王有至德要道啊，民用和睦啊，上下无怨呢，如之之乎？你看看这几句，我们现代社会多么迫切需要啊！现在社会不和啊，啊，现在社会人充满了怨恨，怨恨呐、啊。啊，谁不希望呢？人民和睦，和睦相处，上下没有怨恨。啊，现在上面怨下些这个下民不听话，啊，不遵守法纪，啊，下面人民对上面说不满意。今天讲讲民怨啊，啊，这个民怨里头最容易产生的贫富不均啊，贫富本来就是不均啊，为什么呢？每个人业报不相同嘛，过去生中造的业不一样嘛啊，可是如果真正明理的人，富人会帮助穷人，怨就没有了啊！富人只是享福，不肯帮助穷人，那就是谚语讲的“一家保暖，千家怨”啊！你一家过富贵的日子，千家都怨恨你，你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前年我在印尼访问啊，印尼有好几次的这个排华的动乱啊，华人损害也相当之重啊，我给我们华侨朋友们讲啊，我说他们对你们的怨恨呢，你应当可以谅解，你在这里赚很多钱呢，你们有回馈他们呢。如果你们把你们的收入拿出十分之一来布施啊，帮助这个穷人，绝对不会有这种动乱，人民一定会喜欢你，爱戴你啊，不但不会伤害你，他还会协助你，你没有回馈吗？那当然会有这种怨恨呢，啊，会有这些事件发生呢。我说我不是印尼人，啊，可是我非常关心教育，啊，为什么呢？把它教好。啊，我在印尼大学里面送奖学金啊，印尼六个大城市，每一个大城市我选择一个学校啊，我每年送给他奖学金，我一无所求啊，我也不想移民到印尼去定居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他们国家现在社会这动乱啊，原因在哪里？要培养人才啊，
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这六个学校都设立奖学金，印尼人对我怎么看法呢？啊，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哎，他说法师啊，印尼人说啊，他说净空法师比印尼人还爱印尼。我才用多少钱吗？啊，太少了，真诚心去关怀他，去帮助他，这个重要。啊，我们希望社会安定。啊，希望人民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印尼国家承认的五个宗教，五个宗教非常和睦啊，我跟他们处的都很好啊。啊，他们送我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很欢喜接受。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回教大国。全国2亿3000万人啊，信奉回教的啊，伊斯兰教占86%啊，差不多将近2亿人啊，所以回教大学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啊。啊，这个地方安定了，整个亚洲就安定了。啊，我们看问题，看全世界，不要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看全世界，帮助全世界的化解冲突，啊，恢复安定和平，这是一桩好事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呢、啊？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讲了，智德要道啊，德达到最高峰的啊，那叫智德了。你看这个文下面注言，下头有注解啊，注言。智德者，孝悌也。啊，什么是智德了？孝悌，要教啊。啊，孝是儿女侍奉父母。啊，就是知道啊，跟父母的关系，知道怎样对待父母。孝啊，悌是对待尊长啊，比自己年龄大的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啊，都知道孝，都知道敬，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啊，所以中国伦理的教育是孝悌啊，道德的教育那就是底下讲的了，行本啊，这要道者啊，至德是孝悌。要道呢，最重要的道是什么呢？礼乐也呀！啊，用礼规范我们的行为。啊，礼的根本，给诸位说，就是《弟子规》。啊，乐是音乐，歌舞。以礼
调身呢、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止、动作要合乎理呀、啊。啊，《弟子规》上都有啊。越是调心的，就是情绪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孔子善诗书啊，定礼乐。你看《诗经》，这古书讲《诗经》啊，《诗经》里面都可以谱成谱来唱的啊，在跳舞的时候可以表演的，这是歌舞啊，这些是歌词啊。啊，它的标准，夫子定这个标准，这一言一蔽之，悦思无邪。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文艺表演。啊，古时候文艺表演的标准，思无邪。啊，你参与像这个文艺的聚会，啊，你所听的、你所看的、你所接触的，绝对不会叫你有不好的念头产生。这是中国艺术啊！啊，你看过去戏剧，啊，现在人已经不喜欢看了。啊，评剧、昆曲，地方的戏剧很多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是不外乎啊，忠孝节义。他是教你这，他是教育啊。啊，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善有善报。啊，善人一定有好结果。恶有恶报。恶人到最后一定受到惩罚。表演这些东西啊，古时候学校没有那么多。啊，教育没有那么发达，人民受教育就是用礼乐。啊，礼在哪里表演呢？在祭祀。啊，家庭里面祭祖先，都有礼节。啊，祭孔子。啊，这些大的祭典。啊，婚丧嫁娶，啊，通通都有一定的理解，在这里学理。啊，那么在这个文艺节目里面呢，礼乐都学到了。啊，可以说孝悌礼乐通通都表演出来了。人民从这个地方接受教育，啊，所以年节，啊，都这个连农村里面。都有这些戏剧表演啊，用这种方式来普及教学啊，啊，教学为先啊，啊，学习的人呢，修身为本呐，啊，至德要道。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现在知道人真是很少了啊！现代的娱乐节目，你们看电视、看电影、看网络啊，我是40年没接触了啊，跟这些东西绝缘了。我连报纸都不看了啊！我所每一天看的是佛经。是圣贤的典籍啊！我小房间里面有《大藏经》，有《四库全书》，我每一天念这些东西，跟古人做朋友啊！啊，跟现在人是比较远一点的，但是也不远，天天。在这里
讲经教学跟现在接触。啊，这个里头有乐趣。啊，全是善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所以叫深深体会到夫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得有真乐啊。啊。至德要道，你要不从真正深入到圣贤的境界，体会不到啊。体会到之后啊，你能够去依教奉行落实，那确实是乐在其中啊。啊，那是真乐，不是假乐啊。啊，这个乐不是外面来的刺激，内心里头生出来的，这喜悦。法喜充满啊，佛法里面常讲长生欢喜心啊，人长生欢喜，前面讲了全身的细胞都是最美的结晶，这健康长寿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啊，身心清净。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